喂，你好，我是池一菲的男朋友，你是哪位？嗨。你走的时候不是也没告诉我吗？你怎么说的？你都把我拉黑了，我怎么告诉你？你告诉我，我不给你拉黑。要求苛刻了，不好相处吧？你是黑我吗？我说你了，把衣服脱了。一菲，你虚吗？对你虚吗？对，我对你虚吗？你每次你是对这个年龄段吗？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了？我辛苦你。你这么晚了才下班啊？你不也这么晚吗？不回宿舍啊？我今天回趟家拿点东西。那个，我记得你们家住在哪？我看你这个定力是大不？在你想怎么做？吃苹果。我是觉得。必要，你是我女朋友。